今集食街，林子超去到中环 Circa 1913，用佢嘅男人心特技搏翻餐眼仔。Circa 1913隐身喺艺穗会入面，装修以深灰色为主调，墙上又挂咗唔同嘅画作，简约得嚟又有艺术感啊！呢个主打法日 fusion 菜式，配合埋两国嘅时令食材，再加埋传统嘅烹调手法，创意真系满分啦！想食咧，系时候做啲嘢啦。正所谓男人心一字马，唔会让女人心担惊受怕啊嘛。嗱，啱啦，直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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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直啲啦喂！见你做得咁好，就请你食呢个用法国南龙虾拆肉煮成嘅菜式啦。法国南龙虾是龙虾界的贵族，非常矜贵。今次用咸味比较淡而带有甜味的白味增调味，比传统法式做法没那么浓味，但反而令龙虾本身的鲜味更加突出。请埋你吃这个用淡淡海胆煮成的意大利饭啊。这个意大利饭用了北海道海胆烹调，每粒饭都充满着浓郁的海胆甜味，一个字鲜啊。